咦，冇聲喎，原來得啦，有翻聲啦。好，咁啊，再次同大家打招呼啦。咁啊，龍馬趣聞解釋時間。咁今日咧就冇貓貓四嘅環節嘅。係啊，你嘈，你又唔制止哥哥係咪啊？咁啊，點解冇嘢食咧？因為貓貓做壞事啊！貓咧喺張被上面開屙尿啊！好彩今日都唔算好凍。有時天氣凍咧，啲貓唔知發神經咧，就特別好中意喺啲被上面屙尿。咁，基本咧就已經好小心咧布陣嘅啦，平時都會即係揾啲嘢擲住啲被啊咁樣，同埋唔好咁唔好整到咁平坦。咁但係咧都唔知點解咧，咁佢都成功屙咗，都知嘅。其實都試過嘅，唔係未試過。冬天咧就最中意，夏天就安全啲，冬天咧就好中意。但係佢又好神奇喎，又佢好中意喺嗰度瞓喎，佢嗰度瞓咧，跟住喺嗰度屙。係啊，冇啊，冇得食㗎啦，今日冇管管啊，哥哥壞事啊，定係你啊？邊個做壞事啊？咁樣啊？係啊，得閒睬你啊，而家係哥哥衰噶啦，嗯？你制止哥哥下次知唔知啊？咦？我要確保我要 log in 翻我個，我 log in 唔翻我部嘢喎，我個 Facebook account 喎。再送信先，曲，我收唔到我確認曲喎。今日冇罐罐啊，嗯，系啊，其实都唔知边个仔。好，咁啊，今日咧就会完成埋呢一只神高达噶啦，咁啊啲各方面嘅上色咧都上晒噶啦，应该。咁咧，不过咧就一堆嘅零件碎喺度啦，有冇上漏咧？哎呀，上漏咗一块仔，OK 嘅。浸完先之後，拎漏咗去上燒缸。係啊，阿姨話妹妹慘啊，我仲慘啊，因為要洗皮，洗皮又麻煩。都仲有啲後備嘅。皮喺度，好咁咧，头先咧仲好攰，其实，跟住谂住就系摊上床摊一摊啦，跟住发现咧，哇咁臭嘅，咁咧就即系而家搞到个人都醒晒，哇头先好攰，咁啊不過都係嗰句，星期四特別攰。咁啊，而跟住頭先搭車翻嚟嘅時候咧，又硬係冇車喎。咁啊，等咗好耐。今日係咪巴士有冇罷駛嗰啲嘢咧？尋日好似有，好似話會嘅，尋日講，但係唔知係咪咧？我就今日啲班次好疏，跟住咧錯誤嘅決定就揀搭小巴，揀搭小巴係一個錯誤嘅開始。咁咧，遲遲都唔開車，等咗成半個鐘先開車，跟住等到下一班巴士都嚟，我想跳車，我想話可唔可以咩咁啊？好 anyway 啦，咁咧就即係龍喺度啦，Y 喺度啦，阿賢喺度啦。好嗱，咁我哋今日咧就
高嗰個啦，要完成一層高達嘅。冇啊！嗌都冇人理噶啦，冇啊！嗌都冇人理你噶啦嚇，而家，撩你個頭，咁咧，今日咧，啲零件啦，係啊，都問問你哋啦。係啊，問你哋啊，而家捏你個頭。係啊，捏。要等哥哥知錯先得㗎，知唔知啊？不過其實都唔知係邊一隻，睇佢習慣就應該似係哥哥嘅。因為哥哥有前科，呢一隻HIRM 嘅神高達咧，都簡單啦，相比之下都咁，因為唔使砌嗰個骨架啦，咁所以都不過都要拆嚟上色，咁咧就不過比由頭砌會慳啲時間嘅，即係會快啲嘅。咁啊，不過呢個都唔係重點。咁咧，我哋就一路砌砌砌啦，一堆嘅零件。阿姐龍話減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中喎。如果好直接咁講咯，你有得揸車，咪有得揀，有得揀咯。雖然我有揸車，即係我有車揸啦，但係其實我翻工都少，因為泊車都泊咗一定嘅金額啦。咁微妙咯，只能夠講呢樣嘢。同埋好多時候咧，就係睇下咁啱嗰排咧，多唔多嘢做？多唔多嘢做嘅意思咧，就係搭車可以做嘢噶嘛。但係揸車咧，即係雖然搭車時間長咗啦，咁但係就咪差唔多啦，差唔多。
如果搭車可以做下嘢嘅話，咁其實都時間都唔係白花嘅，即係如果係一般論嚟講。而家就多咗一個考慮啦。咁不過咁啱，因為我嘅時間都唔係啲繁忙時間上班，咁所以我嘅考慮就會少啲咯。好，咁咧就膊頭好似係紅色定係咩色嘅膊頭？膊頭係白色嘅。放低塊面先。膊頭，我有印象喎，膊頭。好，去住先啦。膊頭，我而家個台面好亂啦。其實我經常都係個台面都好亂。咁啊如果而家砌咗一隻咧，咁啊就少咗一隻嘅零件喺度啦，將會。膊頭。咁啊算啦，高啦。爭咗白色嗰塊，陣間揾到先啦，都容易拍嘅。下巴有啦。咁跟住咧就塊面，不過又講翻咧，呢只咧，即係喺時間投放嚟講咧，都係少咗，咪相對地少啦。砌得比較快。咁當然咧，重點係偷懶啦。其實有啲唔係咁啱，即係畢竟咧都有太多要整。係咁講多咧。近排好多各方面的留言啊嘛，咁啊其中咧模型界方面都有啦，就話有啲無聊嘅，我唔知全月嘅個廣泛程度幾高啦，咁有咧就話説呢個謠言啦，話呢個Bandai 唔寄唔送貨嚟香港咁樣模型，咁啊跟住話買又要買，又就買定先啊嘛。咁當然咧，呢啲假消息咧，即係咩都有。我唔知玩膠定玩咩咧。好，關總哈佬，今個禮拜暫時睇咧，即係我講我自己啦。暫時睇咧嗰個課堂缺席人數嗰方面咧係有。似有改善啦，上個禮拜可能啱啱開始啦，缺席率都係高嘅，缺席率喺上個禮拜好幾高。咁而當中咧，有啲同學係真係擔心嘅，有啲同學真係驚嘅。咁啊係咯 ，OK 驚啦。咁相反咧，佢就奇怪點解你哋唔驚？點解可以唔驚嘅咁啊？點解可以唔驚？點解可以唔驚？都
都冇啦，做要做可以做嘅嘢咯，盡量小心咯。咦？點解好似仲係爭係爭咁啲嘢？塊面嘅零件。其實呢，同埋我而家又一路砌緊幾隻啦，經常都係咁砌緊幾隻啦。咁一隻其中係砌緊呢一隻啦。咁呢一隻目標今日希望完成啦，因為但係揾唔到塊面喎，弊啦，好陣間先啦又。個頭相關嗰啲點解唔見曬嘅？另外一個傻咗，另外一個山啊！佢都唔怪知點解咁少零件啦、啊。就基本係，咦，太光睇唔到添。滲咗線啦，滲咗線，上咗色，上咗消光，不過都係輕輕咁上翻白色啦。白色嘅部分冇落陰影。VCV48 話玩膠係，不過覺得如果有啲有啲咧，即係譬如佢本身就 home office。Home office 咁順帶唔出街，我覺得係合理嘅，即係係咯。但係如果譬如話，可能你本身都要翻工嘅，咁本身都要翻工，咁本身都係基本正常生活，而特登係備上堂咁樣，咁我覺得就有啲微妙咯。唔需要咯，即係意思應該咁講。仲有一個黑色的，不過當然啦，呢個都是個人的選擇啦，冇都冇咩嘅，即係要講一講。而一個即係我嘅界別的市況就咁。收到啲 email 咧，有啲唔知點樣揾到我個 email 啦，咁樣咧就有啲話想聯合起一啲咩咧？即係我哋啲教育界呢啲咧，話揾政府做支援咯。跟住又講乜乜自救啊咁樣嗰啲，我咪自救緊咯，盡量維持，盡量維持，可以維持到嘅嘢，用你可以做嘅，用你可以嘅方式去維持，咁咪係咯。不過有些是難搞的，都明白，即如果你說做幼兒教學沒得 online 的，那些是沒什麼辦法，不過你說要求政府都沒什麼意思。我覺得佢呢一隻咧個頭佢做得好精細，那個裝甲，即係話輪到出雙子座，我地址 Bandai， 不過咁啱我對於呢個界別完全冇興趣，所以咧冇乜留意，即係聖鬥士系列。
有啲黑色嘅部分，慢慢砌啊，砌到先啦。有啲零件暫時未見。定係已經喺裏邊？係應該喺度啦，已經係我鎖咗。好，其實啱啦。咁啊，而家就大家就係睇畫面一堆嘅零件啦。咁咧就冇number冇成啦。亦都冇位印證啦，咁咧就一路係咁砌上去啦。基本形狀辨認上嚟講都唔會好大問題嘅，呢都屬於簡單。咦？不過有啲問題係有時唔知擺咗邊，呢下就係最呢個呢下最大問題。頭頂呢個應該係透明嘅。呢、這個完全冇印象嘅，呢、這個幣完全冇印象，完全啊！可能喺個盒入邊，陣間炒盒先，整個其他先啦。一路砌啲嘢越嚟越少，咁咧就～容易搞啦，頭嘅相關咁啊擺一邊啦，咁大概都估到嘅，應該呢啲就係頭嘅部分嚟嘅。不如我哋基本策略啦，基本咧就拍住啲手手腳腳先，手手腳腳比較多組件，亦都容易認。VCD 聽鹽啊鹽啊鹽咧就問羅馬老師嚟緊會唔會砌 RG 初號機？應該會嘅。雖然本身我對 Ava 冇乜特別興趣嘅，其實本身咁不過都似係出得靚，所以都會有啲興趣想整。一隻手咧，上次砌咗啦，我明白點解揾唔到啦，因為砌咗。咦，係喎。
啱啱公布咗零號機連粒子炮。好啊。咁咧，近排即係我話我整緊好多隻嘢咧。咁我哋而家整呢個神高達啦。咁而跟住我平時就不斷喺度都係咁整下整下啲，即係呢期少比較少整手板咧，都有啲想整。咁咧都係砌緊好複雜嗰啲系列，因為嗰啲咧盒盒都好大盒，好想 KO 咗佢。跟住咧不知不覺原來都砌咗幾隻嗰啲嘅超精密系列嗰啲。是几个人而話老師會唔會買 MG 重裝 ？MG 重裝，老實呢個我微妙喎。相反，我覺得佢造型麻麻地嘅。今次呢一隻，咦？但我仲未收到 Facebook 嘅確認碼添。佢 send 咗去邊度啊？咁我個 Facebook 我又唔翻嘅咯。都係 send 咗去舊 email， 咦係佢 send 咗舊嗰個，咦咁弊，我舊嗰個已經冇用嘅喎，舊嗰個已經用唔翻嘞喎。但係佢明知我有新嗰個㗎，佢 email 都係 send 去我嗰度。咁神奇嘅，好望下朋友相，就講下朋友嘅名先，試下先，選擇最近嘅 comment。我今日啊，我記得我今日嘅作俾個 comment 就係幾點點點啊，我今日連續俾咗幾個 comment 都係點點點嘅。喂，好有趣啊！原來佢俾我揀最近嘅 comment， 佢叫我揀我最近嘅 comment。嗰啲 comment 咧，就應該係我嗰啲周圍嗰啲人嘅。其中一個就拎住汽油彈嗰個嘟街，冇道德，冇人性，支持佢哋好虛偽，一定唔係我啦。今日見到歐茲克獅子229，唔知咩嚟嘅。香港加油，大家平安，願公義早日降臨。應該都唔係我啦，再一條路嘅。以上我都會等 Steam 減價再考慮，係我啦，等 Steam 減價。跟住乜乜，我係打手，有乜問題？我唔係打手，所以唔係我啦。個盒感覺好似淘寶，尤其中四隻中文字，冇印象。
就是因為戴了口罩才問你拎拎呢個字，我冇乜印象會用嘅。用呢支膠水滲落個裂縫位等幾秒，我應該冇心機會講咁長嘅。我一路整一路以為係咪被調包咗做假貨係嘅？我講緊再整手板啊！有啲手板咧，佢差到咧，我以為係咪假嘅？意外地吸引，不知不覺視線模型都整唔到，係啦。講緊睇嗰套德古拉啊，德古拉好睇，好睇到基本寫全名都 OK。呢個係啊，邊個問我嘅？嗱，成功啦！我終於去做翻自己。有個在這個地方的聲嘟嘟嘟嘟去 log in， 哇不要那麼錯、是不是你實行的 ？No， 好得了，請改 password、我真的忘記了我改了什麼 password， 雖然我好像寫低了、改新密碼，咦，不一致。好，得啦，應該成功啦。好，終於有翻自己個 Facebook 啦。好。啊，係，我想睇呢一個 MG 嘅 FA 嗰只。其實有個原因係唔諗住整呢只嘅。咁咧，首先就個造型啦 ，FA 二色二色。咦，有片喎，我哋睇下片先。可能我就咁見佢啲硬照唔吸引啦，可能全。哇！就係、是、咁樣樣啦。呢、這個唔知點解我覺得 OK 唔吸引喎，可能佢可能未上色，唔知點解好。好簡陋喎，佢話佢喐下佢嘅，但係佢啲我諗整咗應該 OK 嘅，可能玩嘅就係咁樣啦，即係打開曬啲，唔係，但係呢只，但係呢只唔係，呢只好似 MG 嚟喎，如果頭先冇睇錯嘅話。係咯，呢只 MG 嗰只嚟啦，睇翻硬照算啦，硬照比佢嗰個好睇啲，咁樣咯。我諗最過癮嘅地方就係可以打開曬啲嘢啦。係啦，呢個。同埋亦都可能咧，因為單純係咁樣樣啦。
我有手板啊，我有呢一壇嘢，即係呢嘢整得一般啦。咁其實兩款嚟嘅。手板咧，即係之前咧，咁都有兩款。我呢一款我都冇乜興趣。之前誒網上有人放好平，我冇執到。呢個 pose 即係佢遊得唔係好，唔係幾好。不過我中意呢一隻造型多啲。係啦，因為睇慣咗嗰壇嘢，我覺得嗰只呢只靚啲咧，有啲相比之下花啦，即係佢上色上到有啲花花地啦。呢個睇可能比較中肯，即係都有少花，係啦咁樣。咁我呢一壇手板咧1:72。咁所以相比之下咧，就會寧願整呢一隻動工啊，都未動工，未開封。呢隻本身係白色架，係咧，應該係本身好似白色。定係幾款咧？因為我記得我玩玩高達 game， 藍色重裝都有嘅，即係藍色嗰款嘅重裝。但我唔知係幾多個 level 啊，我都冇細留意。不過咧，又講翻咧，即係呢一隻啦，即係我係講模型啦。呢一隻咧，同埋之前譬如話 NT1 啦 ，NT1 嗰只重裝咧，可能都有類近嘅感覺。NT1 嗰只裝甲，我覺得好似過分咗少少，係頓得滯啦。係咯，我覺得嗰只頓得滯，即係蠢得滯啊個樣。雖然本身都有少蠢蠢地嘅，但係嗰個好似蠢咗啲，所以玩嗰只嗰啲個即係嗰啲成品咧，好少叫人即係戳相影相嗰啲，好少裝曬成副去影，又或者係有都好啦，大部分嘅都係冇著衫嘅，得一兩張得少少係著個衫。這個呢，即是我現在整這一隻呢，是有一點不對，因為整的時候，因為那些零件相對來少，那我就沒有好地去分類，就劈在台面上，輕視了，所以現在找的時候就要一些時間找一找一下，雖然也不難找的。不過有時可能就要揾耐整完其他嘢先再翻去轉頭。呢只嘢係支炮好重嘅，照計都
係頭先話睇清楚先。要對清楚係點？係啦，啱啦，呢度。話好似有人話企唔穩，其實都唔使好似話，都唔使好似唔使有人話啦，肯定企唔穩啦。同埋睇下你嗰支嘢點樣處理啦，攞住嗰支嘢就物理上係攞唔到噶啦。應該咁講，攞本身攞唔到，攞完你夾硬將佢萬能膠釘死都好咧，佢都企唔到噶啦。呢個物理問題。我而家有隻 GP02 喺度啦，又係精密系嗰只咧，整咗。嗰支炮我都未托上身度，因為嗰支炮係冇可能物理冇可能攞得到。同埋負擔大嘅話咧，你攞住長時間咧，就會關節痛，都唔係好事。好，手掌一隻，手掌兩隻，都係另外要想辦法，頂起佢。高達好多時候，啲武器就係咁樣。啱頭先翻嚟咧，我冇翻，我因為翻嚟翻晏咗，頭先聽唔到埋啦，聽嗰啲啊，聽喺後邊啦。咁啱我又比較少睇戲，應該尤其是係即係咁樣講啦，尤其是喺香港電影咧，即係不好意思，我唔係太過支持。冇乜特別支持嘅，或者唔支持。唔係基本動漫迷嘅，一個普通嘅動漫迷啦。呢個普通嘅動漫迷會有嘅合理嘅選擇，所以講電影嗰 part 咧，都冇乜特別嘅感想。
呢 part 應該8899啦。我哋今日好專心喺度整模型啊！講起咧，即係頭先 Facebook 咧間唔中咧就會彈啲嘢出嚟噶嘛，片啊嗰啲咁樣樣咧。因為很多時候那些應該可以直接講是那些侵權加框面，有時候有些動漫曲那些，有時候他碌過見到這樣，挺漂亮的，那看看什麼來先，這樣看看，那其中有些看到覺得挺漂亮的，看看先，那是什麼呢？那其中就是這個一拳超人，因為有些角色不太熟嘛，那咦什麼來的呢？看看原來是一拳超人來的。一拳超人這套東西呢是它令到我對於這個日本漫畫呢怎麼說呢，產生了一個負面的情緒，負面的什麼。話說呢，即 我一直沒看這套東西的，很多年前都不是很多，幾年前都沒看的，我只是知名大，好像 OK， 好像相對地好像好評，跟著呢我就去有一次去日本，既然是這樣就買 set 回來看，照計不會不好看吧，這樣結果就衝動了，我覺得超不好看一拳超人。我買了 set 了，我買了 set 回來，我是物理派的，還有我即如果是網上看，即手機看，我寧願不看的。咁我就諗住去買 set 翻嚟睇，都 OK 失望呢套嘢，冇諗過係咁無聊，就正等於佢，我唔記得咗係咪就係佢定係咩咧？就講話好悶啊，諸此類，係咪咧？死亡筆記就話悶啦，那個死神，阿 Kira 就話悶啦。啊！佢呢套係咪有講過類近嘅咧？我唔記得咗，就係記得係好，我就係、是、總之就好無聊咧呢套嘢。佢個漫畫係似樣嘅，即係個漫畫嗰方面嗰啲技巧啊，或者係嗰啲嘅嗰啲個水平啦、啊，整體都 OK 嘅，即係嗰啲技擊嗰啲咧，嗰啲好靚嘅，即係動畫都靚啦。但係如果單純講漫畫語言嚟講，我覺得很出色，很似樣，很紮實，但是真的不知道怎樣說，但我又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看。 Sally 你好，我們有沒有人喜歡，這裡有沒有人喜歡看一拳超人？一拳超人我超不明白他的好處在哪裡，
即係無論即係我覺得最唔滿意佢嘅地方咧，就係、是例如啦，即係例如其中近排網上見到嘅就係講佢嗰個靚仔機械人拜佢為師嘛，跟住好想同佢打啊嘛，好想即係逼佢使出張真功夫啊，諸如此類咁樣樣，咁樣同佢打。咁樣個效果咧，即係出招啊，即係個靚仔機人出招啊，咁各方面嗰啲咧，就驚天地泣鬼神咁樣樣啦。咁跟住咧就好輕易就俾佢咧輕描淡寫咁避開咗啊。咁而跟住亦都好輕描淡寫咁樣樣就出就又會出咗個好勁嘅拳咁樣樣，諸如此類，經常都係咁樣嘅套路啦，我覺得。但係呢個好乞人憎咯，即係。其實佢根本係即係喺個所謂技擊嘅漫畫嚟講，咁根本邊個贏邊個輸邊個勁邊個渣，佢講嘅啫嘛，係佢噏。雖然不嬲都係作者噏嘅，但係呢一個太離譜咯。即係你起碼有個根據嘅，即係譬如一般技擊嘅漫畫，我覺得合理嘅咧就係譬如話佢。佢勁點解勁？即係例如你，例如話，如果佢係佢特訓過而勁，其中一個啦，即係佢嗰個都係特訓啦。但係點講咧？即係例如佢即係講技擊嘅場面啦。例如講技擊嘅場面，咁可能咧佢利用咗某啲嘅原理咁樣樣。咁你再唔合理嘅理由都可以成立啦。即或者再誇張的理由都 OK 啦，但起碼你有個説法啦嘛。咁佢唔係嘅，即係單純係兩個咁打，咁一個咧就即係通常都係啦，即係佢想邊個贏咧，就最終係邊個贏嘅啦。中間啊嗰啲效果啊又好大又好勁，好似好勁咁樣樣，咁全部都係攞嚟搞喎。唔知道，我就覺得係咁。我覺得係呢套嘢係讀者係俾人玩嘅。好啦，我個人就係咁樣睇啦。我仲買咗成 set 翻嚟，我睇兩集已經冇睇，冇心機睇，衝動咗。跟住咧，之後有一套講踢波嘅嗰個冇記錯，好似考瓦斯嗰套我好中意睇，但係嗰套咧，因為經歷咗呢一個一拳超人嘅失敗之後咧，咁我買漫畫咧就唔敢一聲買。買漫畫咧就驚咗呢一套啦。呢套係我覺得超好睇嘅呢套，但我只係買咗幾期，跟住經常都唔記得咗。哇！臭咩嘅事啊你？掉曬啲落街嚇！下次我去嘅時候都買翻幾本翻嚟先。我連買到第一期都唔記得咗。係啦，就係咁啦。我真係好難明咧，一拳超人究竟有咩好睇？點解咁係咪叫受歡迎啊？點解咁受歡迎？雖然有些地方是幾過癮的，即例如很生活化，即他會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即去便利店買東西樣，
啲小品位有寫過癮咁，咁但係冇都係好難接受。呢套太難接受啦。即係話速食而消化。One Punch Man 呢個題目短篇就得，啲人唔想用腦，簡簡單單 high 咗就滿足。high 到啊！我真 high 唔到喎呢套嘢，呢套太難 high 啊！佢嗰個結構咁樣嘅，好俾人玩咯。浪費咗川田紘介手畫，唔係佢，但係佢即係佢啲畫係真係好奇特，佢嘅整體都好紮實，好似樣。我成日都覺得好似好少啦，定係我已經係太少留意嘅。咁啱又出翻個短篇嘅《死亡筆記》係啦，《死亡筆記》固然係好紮實啦。但係好似例如好似《死亡筆記》啊啲系列咧咁紮實嘅咧，真係好少。咬下絲都 OK 的，即是剛才足球漫畫那個都 OK。 現在四月在福岡喎，咦？四月你幾時？你經常喺嗰度定係點啊？話揾你做嘉賓喎，講下呢一個福岡或者講下相關嘅事情。的而且確咧，我都覺得福岡係好地方喎。即係如果你話去日本住嚟講，我都開始覺得福岡諗下，我覺得福岡幾好。如果你話即係我唔係太中意太城市嘅地方啦。我本身我個人物理上用物理呢個字，即係我人本身唔中意太中心嘅地方啦。咁如果你話喺太過郊咧，太過偏遠嘅地方咧，咁可能又會有各方面嘅唔方便啦。主要係生活上面啦。其實可能如果你話喺工作嗰個層面上面要有發展，可能我而家呢個時代唔知，唔係應該話未來嘅時代唔知會唔會咧？因為理論上都發達啦，照計可以唔使咁局限話要喺附近都未定嘅。阿 J 話睇翻
ICL 21好睇好多。ICL 21毫無印象添。原作家嘅靈能100%比 One Punch 好睇好多。都查落嚟睇先。其實呢隻嘢咧，我整整下咧，有啲係咪叫後悔咧？有啲諗翻起係喎，其實我整如果整黃金版，整黃金版就更加都有風味啊，同埋慳水慳力慳功夫。黃金版本可能都是一個出路。先得埋件，少咗兩條，嘿嘿嘿嘿。好，休整住先啦，陣間會出嚟啦。真係越整越發現啲人唔知去咗邊。好，一路砌啦，一路砌一路少就啲嘢就會出嚟噶啦。手臂嘅手臂都容易認嘅。
但嗰嚟呢一隻咧砌咧就冇咩好砌，即係如果你單純齋砌，唔上色嘅話。拆佢出嚟，要認翻個形狀。哇 ，Sally 好犀利喎！住天神市中心，武功翻就翻嚟，犀利喎！咁你機票都唔少喎，真係咁飛嚟飛去。雖然去到你呢個 moment， 你就唔會在意嘅機票嘅價錢啦，係咪？是砌極唔啱嘅，下面
黐線。呢個先係。好乜傻啊呢只嘢？睇下先，方師奶又開會，方師奶嘅人生又不斷咁開會啊！仲開咗個馬拉松嘅會，方師奶問今晚砌邊架，今日咧就會完成上個禮拜整緊嘅呢一個神高達啊，打功夫嘅，咁啊出呢個石破天驚拳啊，同埋呢個咩話？我唔記得咗啲名字，石破天驚拳。仲有超級霸王電影蛋，啲名都幾黐線啊！我細個好中意睇呢套嘢。而基本嗰、那個戰鬥完咗之後啦，進入咗另外一個個感，即係另外一個世界啦。有少政治 feel 咁樣嘅世界咧，嗰個變化幾有趣，即係啲陰謀啊啲咁樣。咁不過如果呢一個方向咧？另外一個印象最深刻是天元突破，天元突破也是挺有趣的，世界即完了之後，完了第一part之後，跟住叫做取得了基本和平咁樣，咁啊嗰個世界挺有趣的。好，咁而家咧系咁将啲嘢啪啪啪啪啪啪啪上去。通常咧都會容易係咁嘅，即係譬如話呢一隻本身我其實老實講係好感就唔係特別大，不過咧整整下咧可能熟咗啦，熟習咗啲件啦，咁跟住再同埋視覺上都習慣咗，所以跟住再睇咧就會順眼啲。就會好睇咗。而家就咁睇個上身嘅部分都 OK 嘅。
有時會覺得《God Gundam》好固定套路，點樣固定套路呢？千零蚊坐廉航，咁都係喎。話時話你而家坐飛機都小心，翻嚟差唔多一星期，朝朝去買口罩，係朝朝去買，有得買咩？你呢度做買咗啊？日日行兩萬幾步，方先生話：阿頭中意開會嘛？對我嚟講係悶死。有個中意開會嘅阿頭都幾唔得閒喎。好，繼續高，兩隻手指未找到。好，繼續高高高。腳就最多盔甲，最多裝甲啦。咁整咗啲腳咧，就應該去咗一大堆。咦？呢個都完啦。咁呢個係連假噴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先剪出嚟。誒，仲有一塊仔。西如話有啊，已經買咗200個，咁誇張，幫親又買，係咧。八點零鐘有出動，其實又同口罩都幾貴，比成人貴，
其實我咁啱，我呢一期遇到個難題。咁難題乜嘢咧？就係、是、教室個通話壞壞地。其實咁講咧，就係、是、我上次、教室，因為通話好貴嘅。咁而、教室嘅編塔咧，而唔算係日本買翻嚟。咁啊通話當然都係要日本買啦。咁咧就之前就搬翻嚟。其實理論上就唔坐得飛機嘅。咁咁咧就咁 anyway 咧，總之攞翻嚟啦，各種方式咁樣咧。咁啊，跟而家要再買啦。咁咧就揾人幫手。咁啱我就問咗同學佢去旅行，話可唔可以佢酒店收，然後幫我郵個寄。咁我就揾用船郵運啦。如果你咁啱，睇下你又方唔方便，同埋睇下你留到幾時。如果咁啱你都會都近郵局嘅。如果 Sally 咁啱你又近郵局嘅，咁屋企更加應該方便收件。咁揾你幫手睇下如果要揾你幫手，都係一個方便啲都未定。坐船回來不知道現在怎樣，因為好像說現在那個寄東西慢了嘛。不知道過了沒有，因為照計，因為之前是寄香港 寄大陸那些的即是口罩，寄口罩寄得誇張，所以對嗰個郵政，日本嘅郵政有一定嘅影響。而家要寄應該都寄曬啦，因為而家應該照計買唔到嘅照計。不過 Sally 仲買到，其實我以為係已經買唔到嘅添。
其實日本呢期個影響都幾大，好似就咁眨眼立咗下啦，好似話旅遊嘅人數都少咗。咦？有分左右。呢個向入，M 字向入，啱。U 字應該唔係啊。U 字喺呢邊。好，有如馬勒多納般嘅小腿，外夾拍唔埋喎。小腿有分左右，未剪曬個水口啊！低能，估唔到呢個位係要剪得盡先得。外夾呢個都係拍唔入喎，好得
睇先，呢邊打風喎，方師奶嗰邊打風。同事執緊嘢，準備閃，好啊。我上個禮拜突然之間好熱熾，我都係講，今個禮拜就又冇乜，可能攰攰地，都唔係攰攰地。頭先不斷係咁呻咧，我自己好攰，好攰，好攰，好攰。好，基本基本呢度都係打開嘅，過癮啲嘅打開。好，跟住前裙夾啦。好，這個估不到意我們揀牛，就這樣就是了。呢個係 JJ 夾，JJ 夾。喺呢個咁靈變嘅台面入邊揾到要揾嘅都算犀利，所以砌模型係應該可以。即是下至訓練小朋友，上至呢個防老人痴呆，都應該係得嘅。
子股渠道咧，香港的氣氛都會令人，都會令人好攰，都難以否認嘅，的而且確呢個又。不過啲貓都真係算叻嘅啦。如果你話呢一件事嚟講，即係啲零件依然係仲喺台上面。雖然啱啱今日曳，小咪咪可能知錯，佢而家喺我後面嘅梳化頂嗰度，佢踢走咗啲梳化頂嗰啲公仔喺度瞓，踢走一部分攬住部分喺度瞓。不過而家咧，弊弊地。可能這一隻呢一只咧，跟住要再有啲部分要重新上色。我而家照砌完成咗第一步先，因為其實應該單純係我洗筆洗得唔乾淨，所以咧啲白色咧唔對，啲白色有啲黃黃地，有啲唔對稱。白色是
相對嚟講都相信可以係最難噴嘅色之一。因為如果你底色是不同的顏色去噴白色呢，就更加容易噴得不暈出。用暴力撬開佢算啦，不如呢度攝入去。呢嚿又好難掹喎，呢嚿得啦，都係要暴力少少得，其實結果都係暴力解決問題。好 ,OK, 手指都酸酸地。肥仔。咁樣啊，估唔到啊！佢有時個模型嘅設計喎，嗰啲位置嗰啲咧，即係喺一個物理上嚟講都幾好啟，幾有啟發性。係啊，蠢咗，因為冇睇清楚。
應該啱噶。好，都似樣咧。佢呢個麥燈可以俾你轉嘅咧，應該似係。好，背脊飛機，背脊飛機，唔見咗條紅色嘅，而家咧，暫時揾唔到嘅嘢咧，就係一條紅色，同埋咩嚟？同埋兩個黃色嘅釘釘。都幾聚手呢只嘢，換風。好，咁背脊飛機可以完成啦。這個幾估唔到啊，
呀，要钳佢出嚟。即系咧，每逢用呢啲工具嘅时候咧，就觉得即系工具呢样嘢真系伟大、微妙。有嗰工具同冇嘅工具咧，真系差好远。世界唔同咗。尤其是一支啱嘅士巴拿或者螺絲批，你冇佢咧，即係乜都做唔到。啊，低能衰好啲。好，飛機。飛機入面兩個引擎可以噴翻金色。不過咧，呢個就之後先補啦。背着啲飛機，跟住爭塊鏡啦。好，將少少呢個係邊度嘅咧？哦，呢度。
跟住將透明的部分啦，跟住就可以拆埋個頭啦。咁啊，跟住咧都接近啦。橫風橫雨中，等啲雨細啲先走，無聊聽陣商業晚啦，杯先。今天本身都有些事想想講，不過這個可能真的攰攰地，沒什麼 energy。 兩隻手，兩隻東西去了哪裡呢？隻手指仔，手指仔有兩，而家爭兩隻手指仔，爭透明件，咁咧，唔會喺呢個盒度咯。通常呢啲嘢就最容易出事嘅，就係因為諗住係特別嘢啦，特別嘢擺好啲啦。特別處理啦，但係一諗特別處理啦，擺好啲咧就唔知擺咗邊嘅。不小心找到，在個朋友箱上面，都是安全位置。好，那呢就噔噔可以完成了。
聽日就開，聽日有一個新班會開始，咁咧就都有少少擔心嘅，就係畢竟啱啱呢一個咁樣時期開始新班咧，咁聽日嘅翻唔翻一齊咧？不過咧，又講新班啦，新班即係諗翻轉頭咧，有時即係點講咧？我覺得處理得唔好嘅狀況都有，都檢討啦，咁樣講。處理得不好的是怎樣樣呢？怎樣處理得不好法呢？其實通常處理得不好呢，最不好的呢，都是關於一些有學過 的人。有學過的那些是最難判、最難處理得好，因為譬如啦，有一次咧就擠人嚟讀啦，咁樣咁佢咧就話佢學過一段時間啦，咁跟住咧就基本上都係由頭開始啦咁。咁而由頭開始咧，咁理論上咧，咁我諗啦，即係咁啱佢頭嗰兩堂咧，佢又唔得閒上堂，咁樣咧就過咗兩個禮拜先後之後先上堂。咁因為佢本身學過下啊嘛，咁我諗雖然都頭兩堂都特別，即係都唔係同一般一樣啦。咁但係都係字母啫。咁你本身如果學過咁，就很容易跟的啫，咁嗰啲嘢都即係之後慢慢練咧，其實都會有相關的困難嘅，因為有啲話習慣啊、性啊咁樣樣，咁但係嗰啲都係都係長期的戰鬥啦，咁講，咁咧就諗 OK 啦，即係頭兩堂冇翻，咁啊之後再跟翻都得啦，咁。咁但係咧，結果就係跟唔到。照計應該跟到啦，但結果係跟唔到。而通常遇到嘅問題都係咁樣樣，即係例如係即係又另外一啲啦，就學過啦。咁而跟住咧，又係由一個比較初階位置開始啦，咁但係有啲人又未必會真係真心會學翻啲嘢，結果都係冇真正咁學到嘢，即係嚟一啲嘅基本嘅問題唔會改咧，或者改唔到咧，習慣錯咗，咁呢啲都幾常見。咪咪，
咁咧，聽日開始新班咧，就唔知點咧。係喎，諗下今日一啲新同學。傻咪？而家正常上嚟講咧，係一個手勢啊，即係手嘅狀況。雖然都叫有新班開始，未來應該會越嚟越難搞。不過咧，的而且確，我都唔係，都唔係即係 OK 啦，點都 OK 嘅，進進退退。咁難砌嘅呢個，嗰支角係咪我誤解咗？冇誤解啊！好成功啦！不過佢呢一個結構真係精密，令到個頭嘅層次小咪，係咪炒炒面冇嘢食㗎嚇？今日冇罐罐喎。咪上唔上嚟？好，以一支角嚟講，佢都算真係好，佢都算好複雜啦。
好 OK 啦，後面個飛機撲埋落去。耶，搞掂！咦，仲有兩塊嘢未安嘅噃？呢兩塊嘢喺邊度嘅咧？做兩條仔嘢。好，掃一掃說明書先。有一塊白色件。咩事啊，爸爸咪？咩事先？哎呀，又叫爸爸咪，爸爸咪，咕咕咕，真系识得咕咕咕。爸爸咪系咪？嗯？你系咪最叻嘅爸爸咪？啊？咦，頭先塊嘢咧喺度，好，咁啊真齊啦。結果出嚟幾滿意啊！意外地滿意啊！不過整得唔夠靚，白色嘅位嘅部分咧，可以再噴得好啲。白色位其實我有好多係就咁噴燒鋼，上咗滲咗線噴燒鋼，咁不過直色我覺得可以再靚啲。好，數一數先，有冇啲定係廢件嚟嘅咧？睇說明書照計就冇廢件嘅。係咯，我覺得爭嗰啲嘢。
好，最後嘅就攞嚟釘個太陽嘅。好，齊曬啦，明曬啦。最後兩粒就係攞嚟聽太陽。HIRM 系列咧，最好嘅地方咧就係、是、個骨架，骨架的而且確係實，實正，可動性高。色位未係太滿意，要再執一執。好，攞埋個太陽出嚟先。Sally 話大家去日本去 Aeon 睇下，如果嗰日有貨到，大約九點零鐘會推出嚟。我去日本嗰時一兩天機器失靈，方向迷失。咁啊，去附近嘅道賀神社參拜就好事咁樣。阿頭開始趕人走，老師早啲休息啦。好啦，嘿嘿，翻到屋企應該完。係啊，今日咦四點三嘅，今日都唔作戰太耐，攞埋太陽出嚟咧，我哋拍拍咧就差唔多啦。因為今日真係～狀態比較麻麻地，好攰，好攰。有兩把劍啦。理論上佢有防滑嘅腳墊嘅，就呢、這個。呢、這個係深厚嘅，都好明顯係。呢張貼紙咧就冇乜興趣，腳板底要自己解啊！
中原來微妙地入面係有七星腳板的防滑都重要的，那就擺個 pose 可以站得穩很多。它有兩塊，即係俾俾你做後備。菇咧，有時候應該大方少少嘅呢啲嘢，畢竟都唔平。T 字的紅米都有這個都有這個結構，即都有都有這些這樣的被人貼腳板底。咁啊，企得更加實啦。劍開唔開佢先？跟住咧，做個太陽。
咦，太陽攞出嚟未啊？唔見咗，冇攞出嚟，好實淨，整體咁樣攞起，雖然有時砌咗嘅普通模型都得 M 字。出去玩啦！呢個太陽，七彩蝦條，好繽紛啊！都幾有趣嘅，咕咕。好，咁呢就聽日影翻張相啦，坐翻張靚相，咁啊完成啦。好，咁啊今日咧亦都差唔多先到一個段落啦嘅，係咧呢個白色嘅部分需要再執，我會執下佢。砌咗出嚟，比想象中。比想象中中意啊！點解會污糟嘅？唔緊要啦，反正都白色部分都整過，咁啊就因為整完出嚟而我哋中意啦，咁所以就某啲位置就整過啦，俾翻啲愛佢咧。好，咁我哋今日咧嘅節目咧，首先咧就今日到呢個位置，咁啊都係啦，唔好意思啊，今日就比較 energy 比較低啲嘅，啊，就啲拳頭指埋出嚟先，咁佢就有啲拳頭嘅一啲嘅小嘅組件，擺喺啲唔同嘅 pose 啊咁樣。拳頭 都多款式嘅，發光嘅神手指都有，咁呢啲咧就係佢啲多餘組件仔，都掟埋落呢度得嘅。好，不如就咁先。好，咁我哋今日咧嘅節目咧，首先就到呢一度，咁我哋就即刻進行放置嘅部分啦。咁啊，重温嘅朋友咧，咁啊，唔好意思啊，咁啊，今日我哋就先到呢一度，下個星期見咯。